자기야우리어디가오늘뽀짜이饭먹으러가는지왜뽀짜이饭좋아요뽀짜이饭한국비빔밥하고비슷하잖아뽀짜이饭관동고알아요뽀짜이饭아니요뽀짜이饭따라하세요뽀짜이饭뽀짜이饭其實我在網上看到啦，啲人話廣東菜好殘忍啦，譬如有人頭飯、煲仔飯，竟然將個仔攞去煲。我都有諗過點解煲仔飯會叫煲仔飯嘅。依家個大廚咧係淋緊啲豉油。呢個咧係佢換另外一個油壺咧去淋嗰個飯，咁樣會有啲飯焦。同埋咧，你见到啲饭咧唔系直直咁喺度煮啦，而系会有啲倾斜，咁样会令到成个锅底咧都会有啲饭焦嘅。间店都几传统嘅话，仲攞紧啲号码纸。咁接翻啱啱个话题咯，点解煲仔饭会叫煲仔饭呢？因为你见到啦，每一个煲仔饭咧系会攞一个细细地个煲去煮一个饭。咁广东话入边咧。對於一啲細細地可愛嘅 Q 嘅嘢咧，我哋都會叫仔啦，譬如公仔啊、靚仔啊、僆仔啊。咁煲仔咧就形容一啲細細地比較可愛嘅煲啦。咁所以煲仔飯叫煲仔飯。咁我點嘅呢個飯咧係比較經典嘅窩蛋牛肉飯啦。咁我先生点嘅呢个饭咧，都系比较经典嘅腊味饭。我觉得呢间店真系充分体现到广州人嘅智慧。老细咧系将嗰啲纸皮攞嚟做嗰个 partition， 间开每一张台。食煲仔饭的话一定要吃它的饭焦，真的超级无敌好好味。这间店就在珠江路附近，离地铁站北京路都非常近的，大家行开行埋都可以去那间店好好试一试。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